大概不到十点，那时候一切都很平静。后来，大概过了有七八分钟了，然后我们那个阿富汗朋友打电话，就说这个局势可能塔利班已经开始那个开始进喀布尔了。今天到现在为止，这个电力都在供应着，商店正常开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涨价，是吧？这个早上出去买馕，这是十万你一个，现在还是十万你一个，是吧？没区别。撤离的中国人还蛮多的，是吗？撤离的华侨基本上都撤了，基本上都撤了，华侨人基本上都撤。现在在这儿呢，加起来也就是十二三个，一个是都集中一下，是吧？然后在外面散着住的都住在一块儿，嗯，对吧？然后互相交流，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什么。我实话说真没什么感觉，比较平静。